中国球员有谁能打 NBA？ 当年林书豪刚加盟 CBA 时接受采访被问到了这个问题，他选出了三个人。首先，郭伦排在第一位。从情感上来说，大侄子和林书豪是好友，所以他偏向对方可以理解。我已经说了很多次，我觉得郭艾伦的水平是 NBA 的水平，他可以打。我觉得如果小丁去年膝盖没有受伤，他真的有机会。我跟他训练了几次，我真的觉得他身体全部他可以。周琦已经去了，如果他有不一样的机会或者什么什么，他可不可以？当然，你到那个地步，水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机会，跟你有那个机会，你有没有表现的很好，你有没有抓住？可是不是水平的问题。林书豪给出了自己的理由，但很多球迷却表示惊讶，因为当时易建联还没有遭遇跟腱断裂，状态依旧在巅峰，但他并没有提到阿联的名字。那么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赞同林书豪的看法吗？